名字叫 Mark 卜，如果你们去过王府井的话，可能会知道王府井有个体育中心，哎，那个时候我们家开的，我原来是在中国东北师范大学，地理系的，1997年来到北美，好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《我爱你，中国》。希望今天我高音能上去哈，不会唱破。哎，嗓子紧张了，重来一下哈。Sorry， 喝了，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哈，昨晚可能熬夜了。白灵鸟，纵蓝天飞。我爱你，中国，我
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，我的母亲，我的祖国。实在对不起大家，今天不知道嗓子为什么。